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梦家国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是十一国庆节，我们衷心的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这份祝福里满载着笃定前行的信心，这份祝福里饱含着赤诚无私的奉献。今天放眼神州大地，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让我们放声高唱，为了我们美丽的祖国。荔枝颂我已经记不清唱过几多次了。
但是每一次都有新的理解，就似我们的生活，每一日都有新的风景。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到现在依然能够开花结果。我们的荔枝蜂蜜、荔枝干、龙眼干、炖圆肉非常好吃，甜蜜的很嘞。好，多多掌声！哎呀，好多车了哈，辛苦了啊，要慢点啊。这里是广东茂名，全世界每10颗荔枝就有一颗来自茂名高州。乡村，在火热的港口码头，盈盈不灭的灯火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奔涌的希望和力量。就像那首熟悉的歌曲里所唱的那样，绿油油的果树，满山岗，望不尽的麦浪闪金光，喜看咱们的丰收果，幸福的生活千年万年长。记得你耀眼的光芒，忘不掉你坚实的臂膀，紧紧握住每一个梦想。田野之上生长着希望，奋斗的心燃烧着理想，共同的向往永志不忘。壮丽山河无忧如歌的时光，千年不变的雄壮，万家灯火倒映入梦的日常，越平淡越闪亮。你就是中国我永远的家，是此一颗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就是中国我永远的家，这一生不为的向前闯。还记得你耀眼的光芒，忘不掉你坚实的臂膀，紧紧握住每一个梦想。田野之上生长着希望，奋斗的心燃烧着理想，共同的向往永志不忘。壮丽山河富有如歌的时光，千年不变的雄壮，万家灯火倒映入梦的日常，越平淡越闪亮。你就是中国我永远的家，
国家就到大里边。
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家的羊，不知道什么时候记者叔叔给他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光福羊。板上发电，板下养鱼，我们这里鱼塘全是鱼光互补。这是我爸今年第十次直播，我家的鱼塘有一些与众不同，它有一个能遮阳避雨的屋檐，这个屋檐就是光伏板。六可以我六如如他就让的六。介绍光伏的叔叔说，光伏板可以用来发电，有光伏板的地方小草也长得格外旺盛，一块块光伏板就像一把把遮阳伞，让地表水分不至于那么快蒸发，而且清洗光伏板的水还为板下的小草提供水分，能让小草更茁壮地成长，这就是一个非常和谐的生态循环圈。아치라아좋은구에비트용풀어나며我叫爸爸。我大学毕业就回到了家乡，总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去年我进入了新能源行业，从事光伏检修工作。心，从林
风烛日，清洁能源映照绿色中国，飞天寰宇，星辰大海，铭刻创新中国，智慧互联，信息技术点亮数字中国，这一个个创新的成果，树立起奋斗者只争朝夕的群像。他们是勇闯无人区的先锋队，是拆除篱笆墙的攻关者，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执笔人。
点点星火汇聚成炬，追梦的路上，我们的脚步果敢而坚定。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从1000万辆到2000万辆，经历17个月。在未来，6G 会让制造更高效。出海远洋，有时是长达3个月的漂泊。卫星通信，让风浪也有回声。从北京到上海，乘坐高铁。最快需要4小时29分，而全息通信却能让我立刻与你相见。开车时的拥堵有时可能长达1小时，而当数字孪生技术应用到城市中，智慧交通让出行更加便利。沉浸式导航让红绿灯读秒清晰可见。未来，高精度卫星定位还将进一步提升至微米级。在应对危险情况时，大多数驾驶员至少需要经过700毫秒的时间才能做出规避反应。而极可靠与低时延通信，让自动驾驶成为可能。这一切的想象，源于这一秒的突破。大家注意了，节点上线成功。这一秒，我国高铁仍在大地上飞驰。3、2、1，0。这一秒，我国宇航员仍在空间站驻留。大家准备太赫兹传输开始测试。这一秒，无数科研成果仍在竞相涌现。这一秒，我们仍在前进。这是我的祖国，是我力量的源泉。每一份努力都不负昨日的时光，每一份耕耘都不负未来的篇章。就让白云飞翔在天空的蓝，就让青春涌动前行的帆，就让星辰都照亮你的臂弯，让我来与你作伴。少数的难忘而可贵的时刻，不负勇往的我们啊，就肆意的追逐吧，用你目送就有的期盼。每一颗的炙热会绽放成星火，愿会开出花朵，就让
朝朝向往，不怕去找对方，就算勇敢过后会有万里疾空，一粒被呼唤我有温暖做脉搏，一番星呼唤我你心中有闪烁，是人生中少数的难忘而可贵的时刻，那些正追梦的人啊，就肆意的追逐吧，有你目送就有了期盼，每一刻的炙热会绽放成星火，也会开出花朵，就让它生长着，燃烧小小的梦，去找对方，就算勇敢过后会有万里晴空，一粒米呼唤我用温暖做脉搏，一番星呼唤我你始终有闪烁，想孤独生长更多答案，繁星背后太阳已开始绚烂，谢谢你与我作伴，you
上，经常丰收会千变万化。我想登高一望这天地的图画，一场阔别任白云化千年冰雪，心静泉水汇成世间一轮星云。你心我心分唯一，我发声高歌你的到来，翩翩起舞四周围带，心我心到沧海，从今大漠再不是阻碍。雨还未沙，经常丰收会千变万化。我想登高一望这天地的图画，一场阔别让白云化为千年冰雪，轻轻泉水汇成世间一轮星月。你心我心合而为一，我发声高歌你的到来，翩翩起舞四周围带，从阳关到沧海，心已满怀，我发声高歌你的到来，翩翩起舞四周围带，从阳光练武，先练心。动之如涛，静之如月，任凭光阴流转，水滴石穿，我练的是意志与心境。每一次出拳，都是一次退场。精进背后，是无数次求索。这一次还能更快一些吗？还能更强一些吗？还能更精一些吗？
传承，突破，坚守，创新，值一试，终于一生。唯其笃行，方能致远；唯其磨砺，始得玉成。陈老师，前天做啥子的？吃鱼包姐姐嘞，看星星嘞。我讲的哦，全看星星。你讲的我看星星，别吹。天天是做啥子？当然是做天文研究的。研究啥子呢？这个我也不完全晓得，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家乡是全中国离天眼最近的地方。天眼是做啥子的？人家问你们晓不晓得？你们答不出来，那才丢脸了。下周县里有个天文讲座，我带上你们去开开眼界。那就你一个人来。你怎么说你吹牛？不来了。陈老师，前言比学校食堂的大锅还要大。大的多。比镇上的农贸市场还大。准确的说，足足有3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这也是宿舍能看来的。行星顾名思义就是能动的星星，它们好比是漫游者。射电望远镜诞生至今，已经给我们发现了大概2500颗的脉冲星。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随时发言。报告，我们陈老师要发言。天上的星星那么多那么远，在天眼这儿是不是都看得到？中国天眼是探测宇宙无线电波的，主要靠听，不像光学望远镜那样可以看，两者其实不是一回事。陈老师。哎呦，你好。我是北京的英达老师，如果在天文学方面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我一定尽全力。太好了，谢谢英达老师。成立这个天文社团，还要请您呢多多指教。陈老板，陈老板，快来！大家好，陈老师，从今天起，他就是我们天文社的新成员了。谢谢你，谢谢你，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看到了吗？都看得好清楚哦。你就是个太阳，你是地球，地球，那你们就转起来，用公转。
哇！晓得这是做啥子不？脉冲信号，听老子教的。到太空没得？说不定我以后也要带太空的宇航员。我没有吹牛，趁老子将来。啥子也看不到嘛？你懂哪样嘛？这是祝贺社铁皮望远镜，马上要研发成功了，趁老子到来。这就是中国天眼。我们要不要拍张合影？带给北京的一大老师，要不要得？要。那啥子？我看到那些演员亮着那甜蜜汗水。除了吃胆子水，陈老师，除了能看到星星、月亮，还能看到啥子？能不能看到北京？能。不光能看到北京，还能看到世界，外面的世界。陈老师。陈老师，我考上了北大天文学系。幸好陈老师教的。陈老师，我正在从事天文研究工作。陈老师，我现在是一名航天员。还能看到星辰大海，还能看到很远很远。是谁来自哪？请回答什么梦，什么去何方？请回答答案有一百年的时光。我来自硝烟中课桌旁的太阳，他和他选的是阴的妆，来自那燃烧的和我一样的年华。来自世间一对平凡的夫妻身旁，来自昨天谁青春铺万丈理想。我是寸土不让的家乡啊，我是绝不低头的倔强啊，结果万千热血的初衷，当有对大时间的音量。要怎么形容明天像我一样乘风故意有锋芒，有梦则刚，去何方，去最高的想象，前往皓月星辰，初心不忘。那未来如何登场由我担当，定是你只能骄傲那种辉光，孤身旁站远方有我啊，我的名字就是站前。航天员这三个字对我来说既神圣又遥远，我也曾经梦想着能把自己热爱的科研工作搬到太空去。比赛开始。我是王顺，其实还是做好自己的，因为别人再强大或者再弱小其实都不关你的事情。王顺憋气到头，抢到边，王顺冠军，获得金牌的是中国能走出大山，我一定要为国争光。我准备好把青春挥洒在祖国大地。王顺以数字火炬手一道点燃主火炬塔。乘风故意有锋芒，有梦则刚，去远方，去最高的想象，前往皓月
技的进步，国家的强大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中国人有能力有志气。这一路风雨兼程，梦想澎湃，时间的长河奔涌向前，奋斗的脚步永不停歇。今天当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朝阳徐徐升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是一个不屈不挠、生生不息的民族。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让我们汇聚起拼搏奋进的磅礴力量，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爷，整理一下帽子。好，非常好。准备好了，三、二、一。红色风筝俯瞰着地图，飘太远，在哪儿重录？远行的人是望远镜里的模糊，借背影放大孤独。你我习惯像场旅客来了又去，几天空的心未能按时恢复，再等一等就分毫如初。我们总会几千里路也望向归途，乘着风向面吹拂，有夜空漂浮，抓一颗流星做礼物，愿你幸福。手中线绕啊绕，绕啊绕，绕几千里也一望向归途，也会朝前夕之路，参与着无数，来到烟火照夜半时准备庆祝。我是在202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老英雄的肖像拍摄计划。我的爷爷就是一名志愿军，我家里没有爷爷的照片，所以我给我爷爷拍不了，就给他的战友拍，让他们能留下一个正式的、庄严的肖像照片。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呀、啊，就感到我们国家的伟大。五六岁就有梦想，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我们非常想念你们，我们非常怀念你们，我们不忘你们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敬礼！我是空军运二零机长，我部奉命接营志愿军忠烈回国。我们总会绕啊绕，绕啊绕，绕几千里路也望向归途，乘着风向面吹拂，有夜空漂浮，抓一颗流星做礼物，愿你心手中线绕啊绕，绕啊绕，绕几千日夜也望向归途，雁归巢迁徙之路，参与着无数，待到烟火照夜，半世准备庆祝，心有所住。一声轰鸣，一路驰骋。我是一辆有着特殊使命的摩托车，在辽阔的国境线上坚守着护边的使命。从一到一一三，我从不孤独。28年岁月流转，不变的是仍然在国境线上守护着身后的土地。当然嘛，那农民咱这个空的，那当然是看看搞这个大的，没大的做过的，那是真的。当地的出口是另外是搞的，决定那是真另外出口的，那是做过的。我喜欢白日的驰骋，也喜欢夜晚的停靠。因为我和队员都知道，比出发更重要的是抵达。我是一炉火，有我的地方就有温暖。守护着国境线，就是守护着我和我所温暖的万千家庭。아주니효과가오니랑제드니라고레칭가스그레주다아니니오라내가스펜토기민도디미이나양제가미채워시면아주다가스그난게침자종종지용지말아라我燃烧在炉灶之间，燃烧在大漠之上，也燃烧在每一位队员心中。这红色如此温暖，是对家的守护，更是对国的深爱。他俺就看咱们跑了，就公里家的就慢慢去了，就看咱们个人去的，俺说两万块。
连接新发展，就看这么的，电力村的安装工程，满足人民，地基起，人民进来，满足起。而我呢？我飘扬在国境线上的每一个角落，陪着他们迎风而行，趟过每一条河流。我出生在五星红旗下，就想守好这里，让五星红旗飘扬在国际线上，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使命。我屹立在每一座山川，也扎根在每一寸土壤，坚守是我。坚守不了这个岗位的话，可能我们后边的万家灯火就不会那么太平了。前行是我。不管遇到什么，他都是勇敢的走过去就行了。朝阳是我。我在立的地方是中国，我用生命捍卫守护。星火也是我。没有国，哪来的家？就是为了大国而守护我们的小家。这是我的祖国，我是守护你的灯塔，也是你守护的光。凝视这片土壤，每次总是热泪盈眶。爱就是为他而生，挺起胸膛为他抵挡，听生命饱满的歌唱，勇气不懈誓言乐章，信仰是千万颗跳动的心脏，合成那必胜的力量。面对寒流，我是钢，面对雷电，我是铁壁铜墙，永不退让的梦想才会更加威望，矗立起冲锋的力量。凝视这片土壤，每次总是热泪盈眶，爱就是为他而生，挺起胸膛为他抵挡，听生命饱满的歌唱，勇气谱写誓言乐章，信仰是千万颗跳动的心脏，合成那必胜的力量。熊熊火焰燃烧在我隐藏，轰轰烈烈闪耀着光芒，永远追随的信仰始终沸腾滚烫，日日夜夜灿烂着，仰望着熊熊火焰燃烧在我隐藏，轰轰烈烈闪耀着光芒，只要为国家做贡献，为社会做贡献，都可以成为英雄。我的目标，我的初衷，我的理想，这是我的人生。
日日夜夜灿烂着。我的一生贡献给我们最壮丽的共产主义诗，日日夜夜灿烂着，仰望转移视线，每一天日出唱着崭新的诗篇，每一寸山河日渐幸福的笑颜，无法抑制不可阻挡，你是我生命最炽热的心跳，无论在去闯，我身后迎着你闪耀的光芒，无法抑制不可阻挡，你是我生命最炽热的心跳，无论在哪勇敢去闯，我身后迎着你闪耀的光芒。多少人多少年，每次重逢都如初见，不变的滚烫着一种深爱开始蔓延，在小的梦想因为你飘向蓝天，在大的坎坷因为你跨越千山，一直不可阻挡，你是我生命最炽热的心跳，无论在哪勇敢去闯，我身后迎着你闪耀的光芒，我把一直不可阻挡，你是我生命最炽热的心跳，无论在哪勇敢去闯，我身后迎着你闪耀的光芒，阻挡，你是我生命最炽热的心跳，无论在哪勇敢去闯，我身后迎着你闪耀的光芒，无法抑制不可阻挡，你是我生命最炽热的心跳，无论在哪勇敢去闯，我身后迎着你闪耀，波斩浪开心城，奋击扬帆再出发。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Thank you.
繁荣昌盛，风调雨顺，欣欣向荣，民族进步，裕民，幸福安康，更安全，更美丽。